目标。台湾加油！台湾加油！汽笛声响，打归号，引擎轰隆隆，冲出起跑线，直线狂飙，零四加速，正式实测。有知名赛车手郭国姓驾驶的黄色打归号迅速抵达终点，零四实测跑了三趟，成绩揭晓，金宁龟最佳纪录8.93秒，打归号第一次就跑出8.91好成绩，最佳纪录则是8.72。两人欢呼拥抱，廖老大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因为中国网红杰尼龟屡次隔空挑衅酸呛台湾没有快车，赛车教父廖老大自掏腰包花500万改车，两个月成功打龟。不要再说台湾没有快车了，台湾很坚强，也很团结。台湾的汽车工业没有输过任何人。对方给了我们两个月的时间，其实我打到他的车，因为他是用这台车，所以我们跟他买一台一模一样，让大家没有话说。老实说，压力很大了，真的压力很大。今天我没有跑赢，我太对不起所有人了。实测一结束，中国网红杰尼龟粉专被灌爆涌入，纷纷喊话8.72，快捐钱，感谢捐款。对手更偷跑到直播底下留言，用嘴造8.72，成绩不敢拿出来，你要笑死我！再掀一波高潮，根本没有把你们放在眼里。我的目标是北美那位世界纪录，7秒9啊！现在我宣布，我姚永杰正式复出。而如何测出零四加速，全靠这黑盒子，又称为车牙，跟手机连线，能以 GPS 定位呈现最后成绩。就为了去公平，这个是和我们是公正下去制造的成绩，其实已经没有公信力，因为我们也知道简直会造假。廖老大也强调，不会止步于此，将力拼突破8.62的亚洲纪录。台湾，有我们。三立新闻曹胜、张忠谋、SNG 小组台中报道。